曼宁 Park 终于到了，看那些，这个木头也还挺漂亮的。这个树死了以后倒在地上，不知道多长时间以后，它这都变成白的了，挺美的。这会儿的光线还不是太好，现在是一两点钟差不多，但是开车过来就这个时候了。现在九点二十差不多太阳落下去。今天准备就在哪儿也不去，就在 Manning Park 这块转，一直转到日落，然后到山上看看有没有什么更有意思的。你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死的倒的这个木头，可能过去烧的是烧着山火倒了以后。肯定应该有年头了，没年头它不会这么白，这个木头现在这么白变得，常年在地下搁着。先到前面看看，过会儿回来再这拍拍，这个木头也很漂亮。今年因为这个病毒闹的，这会儿这个到山顶这个路还没开呢，它给关上了。然后刚才那个有三个碰着三个女的，
他们下去说差不多从这儿走到山顶三四个公里吧，三四公里就上来。他们还问我上头有没有雪什么的，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往上走走啊。9:01天黑，现在7:00，要走太累了，实在不成也不能往上走了。就看我旁边这个路边上这个野花挺好看的，小野花就长在石头上头，生命力真旺盛哈，石头上就能长小野花，这都是一撮一撮的花，真是漂亮。哎，上到山顶上了，真是漂亮，看过后头太美了。哇，这地上的小野花也特别漂亮，看这个小花，一会儿拍拍。我天，漂亮。